哎呀，这么快了！糯米，糯米，哎，宝贝儿，你真可怜。他叫糯米，糯米，来糯米，糯米就找我，糯米。糯米，糯米，给你买辆小车呢。好了，糯米，好了，带你去玩小车啊。糯米，你爬上来找我干啥？就会上了。嗯，爬着。我这一手尿还没给你用完呢。好了，走吧，这回去吧。去吧，糯米。走吧，这回。哎，高兴了。这回能正常跑了。糯米，糯米，对，宝贝，糯米，糯米。糯米，这铁块儿。我知道你妈最近。糯米，这是糯米。找着你了。走了走了，来。走了走了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来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来，来糯米来。青年人的孩子，哎，走了，回家走，走，走了走了，糯米回家吗？回院里好，走，回家玩去，走，回家玩去，走，你回家玩去，哎呀，来，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来，哎。哎呀，再往那走，来，糯米，哎呀，好孩，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哎呀，再往那走，来，糯米，哎呀，好孩，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哎呀，哎呀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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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！新换孩子，会用了。看看，看看，哎呦，来，来，来！哎，哎呀，这么快了！还上十秒，还上十秒。跑回来！哎呀，我们的糯米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感谢刘阿姨，就想给梦宁买小车，现在糯米现在也会用了，谢谢刘阿姨，谢谢。快跑啊，糯米，走啊，糯米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累了，糯米等，来，快跑，爷爷，快跑，快跑。歇一会儿。都听话了，狗。歇一会儿。歇会儿吧啊。歇会儿，听话。歇会儿。
个是这样的哈，它主人就是没有吱声扔到我门口了。这个狗狗现在是应激反应，上火，它现在就是给它检查出犬瘟来了。那每天打针治疗呗？对呀、啊，每天给宝宝打针治疗呀。他会开小车了，直接会开小车了，可听话呢。他说回就是让上小车跑啊。嗯，对的。哎，快点好吧，宝贝。好吧，还是倒霉呢。我看玲玲大姐现在这么多狗，又有病了。对，橡皮筋全温浓。你咋嗓子哑了呢？哎呀，上火哟。你看什么？